新的线索，引出新的疑惑。这难道刘梅跟林子雄还有关系？你想要的东西在我这儿呢。错综复杂的关系浮出水面，真相究竟是何面目？说实话，真那个男的是谁？停一下，林子雄的车。那天晚上我跟许云在一起。周末重剧场《消失的妻子》大结局上集正在播出。死者后脑被留在墙上铁钉插入，已经致命。你在外面做过什么我都知道。那个男的是谁？动手啊！你把他尸体藏哪儿了？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。我们从一开始就朝着一个错误的方向在走。杀人偿命，我死了再哭。这个是从死者身上找到的戒指。马上受审，光头洞。是。我怎么可能杀他呢？杜建平，他该死，他该死。如果你继续选择装疯卖傻下去，你会付出更大的代价，你知道吗？咱这案子结了，结局。现场还有，还有第四个呀。钱对你真的那么重要？不管是体面的还是安稳的生活，你的职业都给不了我。我就是来警告你一声，以后离许云远点。你说你懦夫，你俩跑了？一个星期你要破不了案，我只好把这个案子交给司局。我们就以他作为诱饵，把他的同伙一网打尽。我们从一开始。就朝着一个错误的方向在走，刘梅根本就没有死，是我。刘梅的母亲武芳莲，4年前就葬在这儿，联系人就是刘梅。今天呢，刚好是她的忌日，就是这个。没想到这李亮还挺上心，专门来送花。看来跟刘梅的母亲关系挺好的。并不是。嗯？他来这里啊，不是专程来祭拜刘，而是来见另外一个人。谁呀？啊，刘梅还没死？尸体呢？啊，我们为什么一直找不到刘梅的尸体？李亮把刘梅的尸体扔到江里，那晚还下着暴雨，那尸体肯定是被江水给冲走了呀。可我并不这么认为。也许啊，我们从一开始就朝着一个错误的方向在走，刘梅根本就没有死。阿梅，是我。王队，难道刘梅就是你所说的第四个人？也许现场还有一个人。
你先坐。饿了吧？我去给你煮碗面。来，你先喝点水。说你做的面，阿梅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啊。房子是我找一个聋哑老太太租的，她什么都不知道，放心吧，啊，快吃啊！啊，老大，面来了。这段我看过了，没问题。从头到尾啊，就只有刘梅一个人。刘梅怎么会给李亮买领带啊？而且在刘梅出事之后，她房间里所有的东西我们都清点过了。没有发现这条领带啊，李哥，你来看，这个盒子上的牌子，是不是还挺贵的？我没戴过，不知道。我也不太懂，你嫂子以前给我买过一条，反正是挺贵的。我总觉得这条领带，好像在哪儿见过。你快吃面吧，都囊了。一芳，你来看，刘梅手里的这条领带和林子雄戴的这一条，哎，还真一模一样啊！这难道刘梅跟林子雄还有关系？我想起来了，那次去林子雄的家里和他干了一仗，当时我们抓住他衣领的时候，好像就是这条领带，哼，难怪看得这么眼熟呢。老大，等会儿我捋捋思路。第一，就算是款式一样，也不能证明这是同一条领带啊。第二，咱们也没有任何线索指明林子雄跟刘梅有关系啊。我记得米娅好像对我们说过，说当时安珂和刘梅在激烈的争吵的时候，安珂对刘梅说，请你远离他，不然你会后悔的。难道安珂所指的他就是林子雄？那要怎么样呢？咱们现在抓杀人犯，不是在捉奸呢。你千万别意气用事啊！我有意气用事吗？
我们总想找到安可被杀的动机。要是林子雄出现在中间，那就有无数的可能了。哎，我想你了。啊，别这样。怎么了？我最近有点累，没什么心情。再说，你这段时间东躲西藏的，肯定也累了吧？咱们俩以后日子长着呢，啊！听话，乖，乖，我去给你换被单啊。阿梅，哎，怎么了？你什么时候开始抽烟了？啊，我最近压力有点大，偶尔也会抽两根。你不是最讨厌烟味吗？这人总会变的嘛。这烟应该不便宜吧？我随便买的。床铺好了，你快睡吧。我把你衣服洗了啊。哎，林总。哎呀，我差点忘了，安科有一个室友叫刘梅，你认识吗？他的室友，我怎么认识？哦，不认识就最好了。哎呀，这认识他的人啊，没一个好下场。你的意思，安克的死跟他有关？嗯，不止这些。因为他的房东杜建平就是因为他而死的。我又听说啊，他的老公前两天刚从精神病院跑了出来。哎呀，我害怕他又闹出什么事儿来。谢谢，石培。新的，是啊，我也没想到，谁知道呢？嗯，他还没发现。好，我会小心的。嗯，找到了、啊，来，给你的。哇，老林太可贵了，请坐。这算什么？你帮我赚的钱，比我给你的多多了。去美国的事情，考虑的怎么样？
我母亲身体不太好，留她一个人在国内，我还真的有些放心不下。我给你的钱足够请个保姆照顾她了。西郊的项目结束之后，这里留给我们的发展空间已经不多了。去美国开拓更大的市场，不论是对公司还是对你个人，都是绝佳的机会。我希望我的事业版图上有你的一份子。我真诚地邀请你跟我一起过去，一起开拓公司的未来，还有属于你和我的未来。老林，你让我再考虑一下好吗？我就是给你考虑的时间太长了。其实我有很多次想要离开这里，但真的要离开了，我才发现有很多不舍。舍不得？你舍不得这里是吗？记得咱俩刚进城的那个中秋节吗？记得，那年咱俩在天台看月亮，还放了烟花，差点让城管给带走。对，哎呀，还是老家好，一年365天都可以放烟花，不像在大城市，连个立足的地方都没有。阿梅啊，我跟你说实话。我想家了。可惜，一切都回不去了。能回去？我都想好了，咱俩逃到国外去，然后重新开始。有句话叫“否极泰来”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来，咱把酒干了吧。好。那个，李亮，我得出去一趟。这中秋节你去哪儿啊？哎呀，这大过节的，老太太一个人在家，我得去看看她呀。再说。咱们这房租一直拖着不交，我去看看，能不能让他再宽限几天。不能改天吗？哎呦，就是大过节我才去的，这样好说话呀。行了，你快点吃，我一会儿就回来啊。快趁热吃吧，一会儿凉了。Thank you.
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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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，妈？哎，喂，妈，你撑住啊！医生，护士。你说你今天忙，我以为今晚见不到你了，没想到你最后还是来了。这段时间我们还是少见面好。为什么？你老公找到你了，我们在一起很危险。你是不是想和那个叫雪莹的在一起啊？你可别忘了，她是警察的老婆。你想多了。子雄，那我怎么办呢？我可不想离开你。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。林子雄，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告诉你吧，那天你和王涛说的话，我都听见了。我再说一遍，离许云远点。为什么？我们是同事啊。再告诉你个事儿，如果当天我抓紧了，现在根本没理什么事儿。我实话跟你说吧，你想要的东西在我这儿呢。不过你得先给我准备100万的现金，另外还要去美国的签证和护照。就这么着吧。家伙，啊，医生，怎么样？急性心肌梗塞，幸好送的及时，晚个5分钟就救不回来了。哎呀，太谢谢你了，医生。哎，那我能进去看看他吗？可以，不过别待太久，病人需要休息的。哎，好。妈，妈，我在呢。真奇怪，没事，都被你气吧。可每次见到你，有种事。妈，
和徐云的别扭都闹得够长了，该停了啊。是惹您生气，您呀，以后可千万要注意自己的身体了啊！妈，妈，妈，你没事吧？没事了，多亏了阿桃，谢谢你啊！俩夫妻的说什么谢？啊，许愿，你陪妈一会儿。我去打壶热水啊。我跟你说了吗？我去见老师的保姆。保姆，保姆，保姆开好车啊！保姆开好车。谁？这谁呢？那是老太太的车。老太太的车。胆量真大啊！到底是谁？说实话，谁？老太太，我也对她像亲生女儿一样。怎么搞我？你在变？赶紧告诉我那个男的是谁？啊？那个男的是谁？那男的是她老公。别，你在编编，不说实话是吗？不说实话我掐死你！说谁？我说，你先放开，你先放。谁？说，你说见谁去了？急了！什么？我就坐急了，你满意了吧？我告诉你，我们什么都没有。我是个活死人，你是个通缉犯，咱们俩连正儿八经的身份都没有，你让我拿什么去赚钱？我告诉你，你现在吃的、你住的，还有你穿的，都是我卖肉换来的。你要是觉得肮脏、觉得恶心，你就给我滚！要怎么背了，跟我滚了！阿梅，让开！你让开！别走，阿梅，我让开！阿梅，我错了，让开！错了，阿梅，你别走！滚开！阿梅，我错了，阿梅，滚！刘梅。涛啊，老涛，我看你是铁了心和林子雄杠上了。
上一回的事还没有完，这回又来了。邻居啊，我是去拿口供收集证据去了。证据？证据呢？老陶啊，鉴于你们的这层关系，我建议你啊还是避避嫌，这个案子啊就交给游队去办吧。不，这个案子必须是我的。老陶，我担心你们两个这样斗下去迟早会出事的。邻居啊，我不是去跟他斗，我都是为了这个案子。云子雄上回没有跟你计较，这回他以公司的名义强烈要求你给他道歉，你去还是不去？不去。你回来了。哦，哦，我给你买了香蕉，还有方便面，还有两件新衣服，都试试吧。啊，哎，那我先去洗澡了。老公，我洗澡去了啊。啊。我吃好了，我去超市一趟，中午就不回来吃饭了。
你怎么了？早点回来。你不会真是要去道歉吧？这不是你的作风啊！哼！哎呀，男子汉大丈夫做事情啊，要能屈能伸，不要暂时在乎一时的输赢。说吧，有什么想法？能有什么想法？就是去找他向他道个歉而已。啊，要是林子雄真的杀了人，今天我向他道了歉，我一样把他抓回来。现在就给他打电话。差不多到了，钱都准备好了，东西带来没有？好吧，等我一下。喂，喂，林老板，我是王涛。王警官，又有什么事？啊，林老板啊，上次的事情啊，实在对不住了，我呢想找您当面向您道个歉。王警官，你该不会又趁机搞事吧？哎呦，怎么会呢，林老板？哎，我可是诚心诚意的啊，我马上到你公司楼下了。对不起，我上午有事，改天再说吧。喂，林老板。林老板，这小子啊，就是故意晾咱们。待会咱们直接冲上去。冲什么冲啊？你道歉要有诚意的嘛。走，去他公司楼下那个咖啡厅等着。是。看一下，想喝点什么？这个，行，两杯，谢谢。好的。你说是不是老想着一个人，就会产生幻觉？怎么？
你又想哪家姑娘了？我刚看这个人特别像李亮。谁？李亮。有个背影跟李亮一模一样。快走，对不起啊，咖啡不要了。那个戴黑帽子进去了吗？没有。哎哎哎，你干嘛什么？警察来。警察。哎，你来的正好，林子雄呢？林总今天特意交代了，说他有事不方便接待二位，二位请回吧。你们老板现在有危险，你知道吗？那也不行。你这个秘书怎么这么轴呢？你随着林子雄和刘梅的地下情人关系浮出水面，李亮心中那个完美妻子的形象也完全崩塌了。多年来，李亮在自己暗淡的生活中制造了一个完美爱人的假象，甚至不惜为刘梅背负杀人的罪名。偏执的爱让李亮内心扭曲，他会不会因此做出什么可怕的报复行为？同时，刘梅正要和林子雄会面，刘梅曾说掌握着林子雄真正想要的东西，那会是什么呢？安科之死的真相之下究竟还隐藏着多少秘密？请您不要错过《消失的妻子》大结局的故事。